And what President Jiang Zemin has said at the...在经过10年的努力，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，各项制度更加完善，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，建成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。国有资产管理、监督和运营机制，积极推进配套改革。国有企业改革近期的主要任务，一个就是用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。 通过改革、改组、改造和加强管理，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。应该说，从实践和理论上都，谢谢各位。明确地提出来，股份制是。 Thank you, Dan.